据香港媒体报道，王菲和李亚鹏感情早已出现问题，双方也尽力挽救，导致二人最终决定夫妻缘尽于此，有说是因为阿菲全面付出所致，这一点正是李亚鹏发出的离婚声明中所指，我要的是家庭，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。王菲的传奇不只是她的感情生活，她在乐坛的地位至今仍无人可取代，李亚鹏成名早，财富也不少，希望王菲婚后以家庭为重，专心照顾两个女儿，王菲的才华也就从此埋没。但从10年她复出举行巡回演唱会，重拾满足感，又眼见两个女儿渐渐长大，她一直希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工作岗位。王菲除了会返岗定居外，遇到合适的剧本随时重返银幕演出。日前王菲已联络北京的制作人筹备新碟，其世界巡回演出也将于14年6月举行。酷六王美媒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